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鱼丸。三王者一直号称是公平的竞技游戏，可纵观每个赛季，最后都会有几个独一档的英雄存在。就拿蓝来说，近几个赛季蓝的班率就从未跌到过70%以下，这有多恐怖？也就是70%的对局里蓝都会被禁。其实从上个赛季开始，策划就一直对蓝进行试探性的削弱，但最终的结果都是不尽人意。最离谱的是班率不减反增，游戏里几乎所有玩家都被这个英雄支配过，所以大家不得不将他送上班位。而同样是打野英雄，雅典娜的处境就非常尴尬。从数据来看，雅典娜永远只有0.01%的禁用率，也不是说这个英雄不强，但就是没有人玩，而且比他出色的打野不少。他的打法也有点费队友，需要吃很多的经济，有时候团战还没有伤害，唯一的作用还是死后可以给队友提供视野。有一说一，现在排位来来回回就那几个英雄，玩久了大家也会腻，其他英雄又不强势，玩的话容易输，也不知道这样畸形的版本官方该如何处理。